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。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款神奇的产品 Revive 再生与修复。这款产品不仅能帮助您保持关节健康，增强运动灵活性，还可能对多种常见疾病有改善作用。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。 Revive 是一种独特的配方，专门设计用于在细胞层面发挥作用。它包含多种强效天然成分，姜黄素、乳香和黑孜然油，维持身体自然炎症反应。天然皂素皂带油，提高细胞吸收。葡萄籽萃取物，促进有氧耐力，保持关节和免疫系统健康。香菇萃取物，加速肌肉恢复，增强免疫力。沙棘果油，抗疲劳，帮助完成锻炼。胡椒素和薄荷醇，增加其他成分的吸收。根据这些成分， Revive 可能对以下十种常见疾病有改善作用。关节炎，姜黄素和葡萄籽萃取物可能减轻关节炎症和疼痛。肌肉酸痛，香菇萃取物和沙棘果油加速肌肉恢复，缓解酸痛。慢性炎症，姜黄素、乳香和黑孜然油有助于调节炎症反应。运动损伤，多种成分协同作用，促进运动后恢复。免疫系统疾病，葡萄籽萃取物和香菇萃取物增强免疫力。心血管疾病，葡萄籽萃取物中的原花青素可能改善心血管健康。慢性疲劳综合征，沙棘果油的抗疲劳特性可能缓解症状。消化系统疾病，姜黄素可能改善消化功能。神经系统疾病，姜黄素和葡萄籽萃取物可能有神经保护作用。皮肤问题，多种抗氧化成分可能改善皮肤健康。 Revive 的使用方法简单，每天服用2粒软胶囊或按需服用。它不含任何人工添加剂，经过非转基因认证和第三方检验，确保安全性和质量。值得一提的是， Revive 由 3 公司首席科学官丹古百勒博士精心配制，他拥有丰富的细胞吸收配方经验和多项专利。虽然 Revive 可能对多种疾病有改善作用，但我们必须强调，这些声明尚未得到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评估。本产品并不用于诊断、治疗、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。在开始使用新的膳食补充剂前，请务必咨询医生。 Revive 不仅是一款营养补充剂，更代表着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。让我们一起走进健康活力的新世界，从今天开始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如果喜欢这期视频，请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使用体验。我们下期再见。